谢谢老师，好，月琴大姐好，老师好，哇，你好，好有气质哦，谢谢，这水就安尼吼，歌声够水，这首歌曲很适合你唱，但是我小小一个建议，如果你若将这个气再降一点点，安尼你的观音袂遐吃力，哦，啊你的迄个低音呢，应该是讲低音，我听起来应该是无问题。但是就是即马，你即马唱，他都要唱的这个 key 呢，你的高音伤吃力。啊，你如果那拢差分分啊，一个音一直没有到位，一直唱袂起，而且加一个音量嘛，低，跟他迄个低，只有一个音那么高，你倒不如小小的利用一个小技巧，假音，改带过去，然后那个音高呢，把它音准调到标准，安尼分数会较悬，嘿。我感觉你应该做会到诶，哦，所以我感觉是这个小音准的问题有点可惜，但是一样整首歌唱起来很漂亮。谢谢老师。哦，好，我先讲一下月琴。老师好。你好，那个反正你女婿啊，是我就是少见哦，就是在我们这一场里面啊，又有智慧，又很感性的人，真的很厉害。你那个女婿，谢谢老师赞赏。他怎么一句话要得罪那么多人？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，少数哦有智慧，对，又感性。我又不要讲蔡昌宪，啊，然后月琴今天唱的这首歌，就是给我最强烈的印象，就是气质很好。谢谢。然后我觉得，如果你是要走这条路线哦，气质很好的路线哦，我觉得就是不要给气质太大的压力，可能要学啊音域，你比较能掌握的。我觉得你就可以完美的表现你的气质，好，谢谢老师。